从头发又搁这干啥呢？灌黑米呢，这天天有点米他赶紧灌里边，那家伙的不带闲着的，这都搁这瞅着了。哎呀，看看这从脑袋上围个啥呀，这是都是捣乱了，都是捣乱，又整地上走。你过呢，这个阿姨最近也不咋好好做饭了，没啥做的，可能是这做的什么韭菜饼，给孩子炒的饭，这是刚才炒的牛肉。金老二困了，金老大在玩你呀，当当当当，哎，当当，嘘，有睡觉，有睡觉，摸摸摸，摸，都摸趴了手，都摸趴了手，啊，啊你，摸呀又趴趴，摸呀摸呀，跟那个魔鬼似的，这老太太天天往脸上呼啊，저기사람들이물어봐여기이마에주름많이있어깊어그럼그지난번에감자그거해줄수있어요그거감자치울수있어요그거주름어그래너이제많이해야돼많이해야돼좀더바르고어이거는어아빠왔어어아빠왔어자세잡잡자세피부에좋대하루에다섯살씩먹으래너무좋대그래근데이제그전에외할머니가갔는데산에가서자세그렇게많이따와그래가지고세상동네에까가지고우리봉지봉지를주는거야그래가지고내가자세그때부터도가려서얼굴에다가발라보고먹었거든이거하면은뭐무슨효과있어주름도펴지고아거의다주름하고미백첫째주름이지그렇지뭐이거는이거관리를하면앞으로10년이더젊어지잖아 그렇지이거해줄게이따가한번해볼게뭐냐티디티디야整些稀奇古怪的一说啊哎어上次录了那个土豆那个嘛哈，然后就有好多朋友问那个土豆是怎么弄的，就是土豆给它磨生的土豆给它磨碎了，然后放上那个面粉，放一点香油就可以了。就那个面不要放太多，然后就贴脸上就行了，可好了。他们还有朋友问说那个会不会油啊，放那么多香油，就是不会油，就洗完脸不是那种油腻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那个还有朋友问我这个深的，就是额头上或者眼睛上或者有深的那种皱纹，我婆婆说也可以就是淡化，但是你要坚持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有效果的，这都是护肤嘛，对吧。我家阿姨都说我婆婆皮肤简直真的太好了，一点皱纹都没有，正亮正亮的，还没有斑，你说你看看，天天你往脸上呼哧这些东西，没事就整。一会儿我也让他给我整个这个试试。自从出完我婆婆给我做面膜的，然后就好多人问我，我也回复不过来，然后让我婆婆出更多系列的，其实我婆婆老多招了，你都不知道，老多招了，以前没录过，然后看她自己那抹呀，没问过都是啥。然后最近嘛，我也脸也特别干，然后就那天敷完土豆，哎呀妈，真挺好。然后后来也有朋友吧，看完我视频，然后就去做了。好像反应也挺好，大家可以试一下，真的都是天然的，还不用花钱的，对吧，就买几毛钱几块钱的东西啊。哎呀妈，爸爸回来了，这每天爸爸回来都有去迎接的人儿。这又买的啥呀，这是又买啥去了一天。嗯，有了，给他买香蕉，这有啊，我又擦完桑。嗯，我家老二睡着了就跟天使似的，看这小睫毛，哎呀，老长了，老帅了吧？这咋还吃他的饭呢？他没吃饭啊，他。哎呀妈呀，那个是金柳俊的也没吃，这啥？这是？喝点酒啊？这啥呀？这婆婆整剩下的让我整，看着脸。哎呀，我妈个一个，我来交给。미용원했을때배운거야아니이제저기우리가어지금이거뭐야이거뭐야이게보령자어거기우리가보령거기친척이야그사람이경주김가야어
외할머니가 거기 환장을 많이 알아가지고 외할머니? 응 거기 제약회사에서 엄마 보고 오라랬는데도 엄마가 안 갔어 그래가지고 엄마가 이제 이런 거 해놓은 거 아 한약 만들어서 아. 다려서 팔고 아 할머니가 뭐 야 야초 많이 알구나 아 어 이게 야초 팔아서 우리 다 먹여 살렸어 아 그래 마야 저 보고 요 다시 정한 샹쥬오라 형천이 50만원도 미국 갔다 오면 엄마 그래 어 왜 왜 요 안에 뭐 있어요 이거는 어 자 그 다음에 그거 돼지감자 가루 어 돼지감자 가루 없으면은 밀가루 밀가루 넣어도 되지? 그럼 또 어 돼지감자 가루는 뭐야? 그니까 나도 몰라 근데 저 还 放的 샹쥬오 그 바나나하고 밀가루하고 자하고 또 뭐 있어요? 돼지감자 가루 그리고 꿀 아니 꿀? 저거 꿀 조금만 넣고 저거 넣었어 내가 저거 참 들기름 좀 넣었어 들기름하고 꿀 꿀도 되게 좋고 피부에 아 放点这个 蜂蜜然后放点香油 上次拍完那个土豆卖了他们都问我还有别的吗婆婆没事偷着就整 너무 좋겠다 아 그러니까 와 이거 너무 좋겠다 이거는 아 어이구만 真的是 婆婆应该出个专辑了啊专门护肤 맨날 해보고 싶었는데 내가 옷을 해야 되니까 사람들 많이 좋다는데 얼굴 막 주름이 쭈글쭈글하면 안 되잖아 그니까 예예예 내가 또 몰래몰래 했지 나 나름 예예예예 我去洗脸去婆婆说这个肯定老好了哎妈黏糊糊的你看这个哇塞了一看就好这个婆婆说她一直想做弄衣服嘛卖衣服不能太老了哎呀我先洗个脸婆婆你看我这干过的哈这是你看着干过的她只见一些文章啊是吗对 有的人叫他文章님 진짜로 괜찮아 이제는 아마 진짜로 원장님 원장님 그랬어 这个是有那个松子儿磨的粉茶咖喱然后还有那个妈妈说那个感觉 돼지감자 但是那个是啥我不知道呢然后没有的话就是没有那个粉的话可以放面粉妈妈说这个对谁的然后放了半个香蕉然后还放了点蜂蜜哎呀妈今天全是好东西这个对啥好就一天老有福了哎呦我的妈呀天天整不同的面膜这个面膜对什么好 这个妈妈说也是美白和保湿还有去皱反正脸就是这些东西嘛就是抗皱美白然后那个保湿嘛哎哎妈妈说这个松子儿天天吃每天吃五勺说对身体可好了说对皮肤也好说我妈妈的妈妈奶奶吗没有刚才妈妈说的不是天天给我吃那个茶啊是吗茶많이먹으라그랬어 그래서 할머니네 집 가면 맨날 자 막 이렇게 까가지고 막 그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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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 근데 유튜브에 있어 안 많이 먹어 하루에 무조건 5개 5개? 아 15개? 아 이제 15개 아 15개 송子 아 我도 不吃 我觉得 油不够的 아니 这个 肯定 老好的 这个 기름도 있어 还有点香油 这有松子儿有香油有香蕉还有面粉哎呀大家没事就跟着我学看我婆婆老多招了这俩还有啥来着还有蜂蜜啊这放四种都是家里有的东西反正对你拍啥呢看里是啥我刚才瞅一眼这挺稀乎呢 这个阿姨还问的是谁嘛 就你妈妈这皮肤咋这么好翘白的然后还没有皱纹还没有皱纹正亮的完了也没有割的也没有斑的对时间20分钟20分钟哎呀这个美貌与大脸盘子并存呢
真美呀，是吧？大家没事在家过年这两天，就把那个松子啥的，一天吃五个，然后呢，剩下的五个研成粉，五个不够啊，多磨点，磨成粉，然后那个搁那些东西贴脸上，对身体也好，然后对脸也好。别都吃了啊！然后那个，因为老多朋友给我留言了，说让我出一些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大家在后续视频里不要嫌我烦啊，我尽量多给你们出点，因为你们也喜欢，然后婆婆也爱做，正好我也享受享受婆婆这个天然的这个护肤，然后顺便给你们拍拍，我想你们也学习一下，不要嫌我烦啊，记得点个赞评论啥的啊。婆婆说这个颜色变了，因为里面有香蕉，所以它就会氧化。就是这个得坚持一次下来吧，它也有点效果，但是坚持肯定会有很多的效果，很好的效果。洗澡。又说不让使劲洗，说洗了就都没有了。别用洗面奶洗，就用水洗，然后让它留住它的，好是吗？是不是挺好？嗯，不一样。嗯，他本人能感觉出来，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因为脸上有斑嘛。但是挺好，挺好，大家试试。